日前，导演陈嘉上转发了一条动态，内容是导演蒋春亮已经去世的噩耗。陈嘉上配文：春亮是我多部电影的演员副导，实在没有心理准备这么快送他离开，愿他走好。据悉，蒋春亮曾为四大名捕选角，在与陈嘉上导演的合作中，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陈嘉上转发的这条动态是蒋春亮的妹妹所发，内容是蒋春亮于2021年10月7日晚上7:50因病抢救无效而去世。作为一名青年的导演，蒋春亮可以说是颜值和身材俱佳，为人也非常仗义，在圈内有着不错的口碑。对于他的意外离世，很多圈内的好友都深感痛心，纷纷发文哀悼，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可以一切安好。如今斯人已去，大家所能做的也只有缅怀了。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除了痛心和惋惜，也愿他一路走好。